佛号中具足一切功德，信愿念时就是心作心事，反妄波归自信之海，所以应感受到自信的无量受用啊！为何自己没有感受到？念佛如何念出法喜？应有这种求法喜的心吗？佛号具足一切功德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万德洪明。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千真万确。但是你说没有感觉到，没有感觉到不是说佛号里面没有这个功德，是你的孽障太重了啊。就好像一个盲人，你一看到处漆黑，哪里有太阳啊，我看不到太阳啊，不是由于你看不到的就能够不存在的啊。所以你这个，你不要以为你一念佛就能感受自信的无量的受用，你把自己看得太高了。你不知道无量劫以来我们的烦恼，我们的孽障有多么深重啊。所以我们要有相当长的时间来在功夫上降服我们的烦恼，叫洗足垢污显明清白啊。就是我们内心的这个大圆镜智，本来它是可以照天照地的，但是无量劫以来蒙上了污垢，而且这污垢非常非常的厚啊，不仅镜面被遮盖了，连镜子的这个镜框镜体也完全都是污垢了啊。所以你得慢慢磨啊，这个磨的过程那是要有相当的过程的。你这个还没有开始磨，或者就那么咔嚓两下你就希望它照天照地，可能吗？你念几天，念个半年一年就能照天照地，有无限的受用，那好啊，那我们还有这么多人在这轮回啊。所以这个念佛要念出法喜，一定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念得很枯燥，念得什么味同嚼蜡这个过程，一定要把这个蜡嚼透，你才能升起点法喜。这个法喜是自信清净心的那种星光的展露啊！所以我们一念为什么会昏沉？一念为什么会掉举？妄想纷飞。你在昏沉掉举的身后的沼泽地带，你自己挣扎都来不及了，还有什么法喜可言呢？所以呢，这个法喜问题先放在后面，先有一相当长的时间念佛，抓住它，再枯燥，再昏沉，昏沉也要把住它。修行就是练昏沉，慢慢的就不怎么昏沉了，佛号如清水珠石，这个妄念慢慢少，慢慢沉清。但往往这个佛号你不念还觉得蛮精神的，一念就觉得很昏沉，就想睡觉。这就是我们内心的五阴魔就在给我们设置障碍。不念好像还觉得比较清净，一念哎呀妄想纷飞，这都是考验。确实这个五阴魔就怕你出三界嘛，你念佛想出三界那不行，给你的障碍会很大。因为这种功德越大的东西，这种反弹的阻力它也会相应的大。所以在这种你必须咬住，你不能退转，尤其你不能生邪知邪见，
其中有个邪见，就是哎呀，我不念佛还很清净，怎么一念佛还更不清净呢？还更有妄念呢？哎，有人容易生这种东西，而且他还执着是个对的。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之后，他不念佛了，这不是很可惜也很可怜吗？啊，那你不念佛，你修其他法门，那更是遥遥无期呀。如果修其他法门，你还追求要开悟，要得神通，要证一个分证即佛什么的，你这些造妄心一来，又靠自力的方式勇猛精进，那好，走火入魔的概率会很高。所以这个时代修行不容易，显相繁盛，还是老实下来，业障深重，有昏沉，有掉举，有妄念，生大惭愧心，还是祈求阿弥陀佛慈悲不舍我这个业力凡夫，我现在就是尽最大努力来念这句佛号，你老人家临命终时垂下金色的手臂，把我捞到极乐世界去。